You will never disobey again. As long as you don't shut up for once, I'm going to let go of my little friends. So be quiet. Hi, pretty. How did you nap? After these days with me, I'm sure you will regret being a bad student. Hello， 观众们，你们好，我是 DK。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下《鬼修女二》跟《鬼修女破碎的面具》。破碎的面具的话，是由黑暗轨迹官方去帮原本一代手机版做重置，然后放到 PC 版上面。《鬼修女二》的话，就是由鬼修女他们的开发团队去开发的。那 PC 版的部分，你可以先到 Steam 上面加入愿望清单。他们目前预计是在明年的 Q2。OK， 那手机版的部分呢，我会把网址放在影片下方，你可以先去做一个预先注册的动作。那等它推出，你就不会错过了。OK， 那在你看完刚才的预告之后，对不对？我们要来分析一下他们最近的一个新影片、新消息的一个影片。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OK， 来吧，来看一下吧。最新消息的影片跟《鬼修女2》有关的。OK， 第三个新消息，第一个消息是《修女2》的追逐音乐。好像是什么实验室的，那边有写什么什么 lab 的，然后的一个追逐音乐。OK， 下一个消息。Today's video is loaded with interesting things.Turn up the volume agai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is mysterious audio. 啊，这个是语音的部分。Your extreme suffering has invoked me, so here I am. My name is Nazrat,
You have not been an exemplary woman, but you still have time to redeem yourself. I can grant your wish in human, but I will ask for something. 一个神秘男子的一个声音，好像可以帮他实现什么愿望的。To finish, we are going to present you the first in-game video of Evil Nun 2. Get close. 预先注册已经开放喽。So as not to lose detail. 这个是游戏的第一手游玩画面。OK. 啊。抽屉吗？没东西。神秘的碎片，就是一小块那个像拼图的东西啊。这边我们暂停讲一下，他前面对到这一个像鸡的生物呢，他叫做 Mr. C， 在之前他们的新消息影片里面有去投票投他的名字，后来的名字叫做 Mr. C。OK， 这一边这一只呢叫做 Rustio， 好像是 Rustio 吧，也好有心哦，这应该是修女的宠物吧，上面还有两颗蛋。哎，那边你看，那边门口外面有一只，那只叫做 Gummy。不知道修女养这三只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在游戏当中可能会当做一个类似警报器的功能。我们可能要试着要逃跑，他可能就会呼叫修女来寻找我们的行踪。I hope you like the video. Okay. If so, click on the like button and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Bye bye, and see you soon.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鬼修女2》跟《鬼修女破碎的面具》的一个快速分析。那因为破碎的面具目前还没有什么，那我们就先不分析。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以二代为主啊。好啦，那我们今天也没有先到这边呢。那之后如果有更多消息的话，那我会立刻为各位来说明一下，好不好？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好啦，那我们在下部影片见哦 ，Peace out。